由江苏金冠停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五层升降横移车库项目，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供电公司大院内。该公司地处江堰大道899号以南。整座车库根据地形采用 L 型布局，充分利用停车库自身平面形体的变化来进行立面造型的处理，使停车库整体与周边绿化及供电公司建筑物协调，整体建筑立面效果简洁、明快、现代、大气。车库共分四个区，可同时进出车，使用效率较高，存取车步骤简单易上手。入口显示屏上可清楚显示车位使用情况，也设有专门的控制室，可与公司远程监控无缝对接。本项目利用现有土地新建立体停车库，不影响周边建筑物环境及采光，满足规划要求，且能有效解决公司车位不足的问题，保证大院内的日常车辆安全和正常进出，降低不因路边停车妨碍正常交通秩序影响度，有效提升公司整体形象。立体车库建成并通过验收后，安排专业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服务，已有效运行超过一年，获得了供电公司以及来往办事人员的一致好评。以前来办个事儿，走个停车位要转上几圈才能走到，现在有了这个立体停车库啊，只要开正开过来把车倒进去就可以了，现在比较方便的。这边工人人挺多，这个以前停车场不够用，有了车库以后啊，车子都能停到这个车库里面，挺方便的。一般如果有什么故障啊，半个小时，维保人员都能到场，能解决问题。